set them right back here in the front valve 18. Thank you.大家能看到，当 George 上去之后，其他的这些人也开始，虽然坐在里面休息的这些人，他们现在都跑到外面，给他们自己的鱼竿也要上饵了。因为在 George 把这条鱼拉过来的时候，他后面很有可能鱼群也会跟着过来。看看 George 这条有多大啊！嗯 ，George is fighter, high gear. Get the weight.今天主要发动机，发动机的桨面都是水手必须要接过来的。保护鱼线，那桌子要主动要求把鱼竿接回来了。Get your turn。好了，已经安全了。你可以看到水手这边准备了一个。特殊的工具。船长现在在黑板上写下今天钓的这四条鱼的重量。看来我们的渔具都带错了。之前船长一直告诉我们要带的其实是为了钓潜水的鱼。我们一直也在奇怪，为什么那么深的水用这么轻的铁板？